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讲的是康熙永诀的第三个守内钱，康熙利用守由。康熙利用守由的意思就是，康熙永诀铸造钱币，在文字风格和铸造工艺上，类似于利用通宝官背板，通字为双点方头通。满文云字见。那么康熙永诀为什么会有利用守呢？这就得了解利用通宝的铸造情况。利用通宝是明末清初时期吴三桂所铸造的。吴三桂当时镇守的是云南，而利用通宝也主要在云贵地区铸造和流通，所以康熙永诀出现利用守也就有据可依了。康熙永诀利用守有双点通和单点通两种，单点通版可能为修模所制，这两个版都比较少见，属于是四级币。今天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